要不要去眯一会儿？我有你了。走。那你喜欢这里吗？嗯，很喜欢。这凌晨了还等我托你呢，看着那些从小格子里透出来的光，我就会知道这么晚了还有人陪你写好。我那些辛苦就算不了什么。我也喜欢这里，在这里我能看到原本只活在于设想和策划里的梦想，现在一点一点被实现。它让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个阶段拼尽全力去追梦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嗯，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输了呢？你会怕吗？想过。你害怕过，但是很快就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你看这个纸飞机，我把它折完然后用力飞出去，它的流线和力度这两样我都没有错，至于它会飞向哪里就让风决定吧。也对，我相信我们的实力，也相信评委有基本的判断力，如果看不出谁是原创谁是抄袭，那我们参加这个创投会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做好我们该做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越来越喜欢你。我怎么没感觉到？现在呢？就感觉到了那么一点点，能不能多来一点？感情要细水长流，慢慢感受。诡辩。不好意思，等久了。这位医生，我们认识吗？好了，下班了。现在是你的女朋友林夕已上线。你还知道你是我女朋友呢？咱们俩多久没见了？半个月。自从你当了龟培生，我感觉我们俩好像在谈异地恋。我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比创业更难的工作。不过我今天超厉害的，我不仅查了房，我还跟了三台手术。这么厉害？听起来挺累的。是有点。我感觉最近忙的脑袋都糊涂。是挺糊涂，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。哎，别睡啊，蛋糕还没吃呢。没睡，我就眯一会儿。谁让你家沙发这么舒服？你跟沙发的情感比跟我都好。嗯，我去给你拿蛋糕去啊，坚持一会儿。睡着了。
今天你生日啊。我怎么又过生日？你十八。骗人，我二十五。那你要不要吹蜡烛？那你好歹许个愿吧。我希望睡觉睡到自然醒。还有呢？没了。要不要告诉他，我也盯着他，就在他偷看我的下一刻。怎么敷衍？现阶段的人生理想就是希望有一个软乎乎的枕头，叫我睡到大天亮，这个枕头就不错。那你就枕着吧。我记得去年你也是这样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口蛋糕都吃不上。没办法，作为医学生的家属，以后每年都可能会举办过生日。那颗跳动的心如雨后彩虹般闯进你仔细聆听，我快要动情就是你。